咱爱甲天地万物，甚至爱尊重性命。咱学佛者对生命应该呢爱真用心，生命从何来呀？来呀，又是有什么款的目的？应该咱爱真清楚，所以咱应该在这个生命迄个奥秘的道理，咱爱去探究，安怎来，安怎去，去到位，对到来，这呢，应该咱爱多用功啊。总共啊，有四种的心态。第一啊，是胎生，就亲像咱人，是经过了父精庙血啊，因缘会合，十月怀胎，安尼出生，父精庙血啊，结成落来。就是一个真正的健康的离胎，不是呢？有的人生下来啊，五官不断啊，或者是肢体残缺啦，这嘛是真多啊。也过有，可能大家人也过会记得啊，记忆。鲜明，菲律宾的连体婴啊，看，在迄个贫穷的家庭，这个贫穷家庭的父母，咱会当想，因的心啊，是安怎的感伤？不只是啊，父母，就是伊的亲戚朋友啊。嘛，感觉着讲，伫遐尼只单纯的小禅宗山顶的，感觉着讲，这个生着这个连体婴是啊，不祥之物啦。所以，因的亲戚、因的朋友，都对这个囡仔抱持着一份的距离。何况家庭贫困，这对的父母那种的心灵的煎熬，咱会当想象出来。那就是因为伊有福啦，好咱的菲律宾呀，仁义会的总干事李基士啊，发现。从安尼开始呢，把这个信息，等下咱来分会，咱来分会，接到这个信息，我赶紧向病院求援，请病院来评估这张相，这个囡仔伊的情形，有法度来给伊分卦无？好，这两个囡仔会当解脱自由，延续伊健康的生命，欢迎呢亮丽的人生。经过了咱病院外科系统，由咱的副院长用心啊。
这外科系的医生讨论，结果呢，看起来好亲像会用的。既然是安尼，我就请伊赶紧派人啊，修理科，放下伤口，先去甲伊了解，安怎样会当伫菲律宾啊，先伫病医里去甲伊看卖咧。到底这两个囡仔小染着的内脏呢，又是安怎染？比如讲心啊、肝啊、啊心啊、脾啊等等重要的器官，是不是啊？安尼纠葛不清呢？所以放下伤口呀，李主任。也甲咱呢小儿科的病主任就安尼去咯，去到菲律宾，真正去甲伊看，去甲伊分析，好亲像阿个会用。虽然心啊肝，心的膜有连包着，啊，虽然肝呢有。同款是烧贴烧连着，不过伊现在的医术还阁会用诶，所以经过了几那次呀模拟了后，咱请伊把囡仔带过来，人医会呀叫一个嘛，就是啊。吕副院长参加咱的总干事李奇士，啊，阁有罗医师，啊，阁有几哪位的志工，阁有执行长、蔡执行长，因安尼呢浩浩荡荡，甲囡仔呢安尼带过来，伫菲律宾啊，偌尼真多的主祭人啊。用到迄种平等的大爱，甲要来的母仔囝穿真多的物件，浩浩荡荡甲伊送去菲律宾的国际机场，一大群的人陪伊来台湾，来到台湾，台湾啊，接力的爱，赶快去到国际机场啊！然后呢，送到伫台北，互伊小可休困一下，过冬工啊，又是来到花莲，一直呢，安尼会经过，真侪人讲，医疗团队志工作伴，迄种爱的团结啊。在这两个囡仔甲这个妈妈的身躯，本来拢总是营养失调啊，啊，身躯真散啊，来到这，真正的用心啊来给调养，妈妈胖起来啦，加肥四五公斤哦，甲要转去的时，囡仔。开刀前也胖起来了，伫两个合着七十二公斤外，伫要分乖以前呢，已经呢十四五公斤啦，这是两个合着。经过了气球、氧气等等啦，会真正呢就。也应用到家迄一天，安尼呢，该要分瓜啦。这是这两个囡仔对生落来，一直到这一天也未满一岁，就是生日的前两天，也是历史性的一刻，在花莲。
推动吧。一群的医疗团队为这两个性命安尼呢，该分挂开。这嘛就是这两个囡仔历史性的一刻，嘛是咱病院呢历史性的一刻。迄个时阵虽然真欢喜，不过还阁有一点啊担心，因为呢，已经两个少年着，只干那多啦，以外就是破啦，将来唔捌坐过，将来唔捌家己去反省过，两个都隔掉咧，无法度自由反省。将来唔捌两只脚着土站起来，因为两个人黏掉咧，无法度好站，所以真担心。到底这两个囡仔分开了后，行动会自由无？会晓坐无？会晓徛无？会晓行无？真的。就是开刀了后，我的担心啊，所以要求预防啊。开刀后，爱予伊在咱的病院继续复健，好囡仔，哎呀，生命力啊真强。几天后啊。第一次和伊坐起来时，咱会当伫录影的画面上看伊安尼倒来倒去，唔知影安怎坐。慢慢啊，都看到囡仔呢，慢慢会晓坐哦。啊，遐看到囡仔会晓坐，嘛是真欢喜呢。又搁再看到另外一个呢。啊，会晓病啦，家己伫眠床诶面顶啊，会当翻身，会当病，啊嘛是真欢喜啊。慢慢阁看因，坐伫迄个乌布乌行路诶车顶，开始脚骨会晓脱啦，车会对伊震动。有时阵向前行，有时阵向后面退，有时阵向头前走。不管安怎，看到因的行动，只要因会当会晓振动啦，这拢总是予咱的心的感动。这段时间替因欢喜，这段时间替因解脱自由。二感动，二喜悦，真正是真多，予咱真欢喜。这囡仔伫咱遮开刀后的三天，为伊做生日庆生啊！那八月二一号啊，出院啦，登去菲律宾啦。恁知影，伊要出院，偌呢张风光呢？菲律宾啊，这么多的企业家都来咯，搁再有参议员夫妻也来哦，多风光啊！因来接这两个囡仔。当然啦，最重要就是来参观住宅，因为呢，因在啊菲律宾啊，向来敢那知影有住宅，唔知影住宅，慈善工作、医疗事业，会当做甲遐尼好，因真好奇，嘛要来了解，为因菲律宾的连体婴啊。会当甲伊分挂开，这个医疗的机构到底呢是设备是啥物款？他好奇心，所以浩浩荡荡啊，二三十人啊，
除了参观以外，就是陪陪着这个妈妈啊，这两个囡仔回去。迄天要回去，在咱的病院的大厅，哇，偌呢真闹热啊，喜气洋洋啊！大家人唔甘啦，虽然真欢喜，看到这两个囡仔真可爱呀、啊，得要回去，相处啊，四个痛快。护士阿姨啊，安尼含着眼泪伫大厅里依依不舍，医疗团队啊，医生啊，福建师啊，等等，凡是甲囡仔呢伫医疗过程有关系，都拢总安尼围着，真唔甘因离开的感觉。还有咱的志工，其实志工的陪伴呢，无比啊医护人员较少，甚至关怀以菲律宾的家庭，关怀现在妈妈的台湾生活的习惯，关怀囡仔手术后的用品，要吃的，要穿的，要用的，要安怎样呢？或者囡仔会当早日安尼恢复伊的功能，安怎去甲伊诱引，互囡仔有安尼的动作？其实讲起来，志工啊，甲医疗团队啊，是密不可分啊。陪伴的时间无较少、哦，所以讲起来，这两个囡仔是有福。虽然呐、啊，伊过去生中呢，有结到这种旧缘不清的孽，甲这对的父母呢，伫个山区贫穷。苦难的家庭有缘，所以一道生在遐尼真遥远啊，偏远的山区。那在迄个真正的淳朴、与世隔绝的地方，看到这个连体婴出来啦，迄、那个山的乡村人，大家人认为这是。不祥的物件，予人呢，这种若看到因啊，就有这种不祥的感觉。之后，这对的爸母都把囡仔带落来山脚，就伫这种的因缘之下，伫一个病院内底，去予人发现到，这就是因。过去生中虽然有做到安尼旧缘不清的业，但是呢，伊也有做到这么正大不可思议的福。伊即马已经登去菲律宾，接落来呢，菲律宾的主祭人啊，接力的爱，现在呢，伊的父母啦。咱拢该安顿伫马尼拉，互伊有通住，互老爸有工好做，互这囡仔呢继续伫病院里呢再做复健的工作。慢慢大汉啦，有做好他，无定着，这两个可爱的小女孩呀、啊。过来才予咱看到呢，无定着呢，是读大学的小姐咯。无定着将来啊，住在这个菩萨行列的内底呢，也有他们两位哦。还佫记得吗？
因妈妈看到伊安尼破开的时，现场啊，啊拢总同步呢录影，互因底下看。伊看到安尼伫咧破开，那看到迄个肝，伊讲，哦，伊真惊，好亲像呢，迄个猪的肝同款，甲动物的肝拢同款同款，从安尼开始。伊讲要素食啦，这个妈妈发愿素食，对哇、啊！生命爱互相尊重，人类呢，更多爱来保护这个万物，其他的动物啊，需要人来保护。何况讲人啊，甲人的中间，嘛是爱用爱来陪伴。这两个连体婴啊，浩荡长的慈济菩萨们呐、啊，安尼呢陪伴伊行过来，陪伴伊呢，搁再倒转去。当然啦、啊，长期啊，未来一个真长的日子呢，爱搁继续陪伴落去。各位，生命真奥妙啦、啊。上重要的，过去是做什么啊？那无法度过去追究，但是呢，必定如是因啊，如是果啊，如是报，所以因缘果报啊，这一定的。所以啦，未来才是真重要。人生，咱都要好好注意。在这段生活的时间，到底咱做什么代志？未来是要去多位，安怎去？这呢是真重要，所以大家人爱多用心啊。